离开李贤办公室，林墨脚步欢快地朝着他的专属训练场走了过去。在去找李贤之前，他心里对玄武暴露这件事还是有些担心的。毕竟空间系宠兽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天知道那些贪婪的御兽师们在知道这件事之后会做出多么疯狂和卑劣的事来。但是经过刚刚的谈话之后，他心中最后的一丝担心也彻底烟消云散了。尤其是李贤最后的那句话，那既是在给他宽心，也是在向他表态：李贤和清源学府不会因为他有空间系宠兽而害他。 而是会不惜代价的保护他，这种鲜明且坚定的态度，足以让他有底气应付即将到来的任何危险和麻烦。念头落下，训练场到了，还没进门，他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的训练声，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加快脚步走了进去。不出意料，是孙磊在里面训练。一段时间不见，孙磊的铁爪熊已经达到了一阶中级了，体长达到了八米多，看上去格外的雄壮。还有他的赤眼鸟也已经又升五段了，体长达到了两米，已经初步具备一些战斗力了。莫哥。 看到林墨，孙磊立即停下训练，满脸笑意的小跑着迎了上来。林墨张开双臂，和孙磊狠狠地拥抱了一下，这才笑道：“最近怎么样？很好，家里也一切都好。”孙磊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笑着说道。林墨看着他微微有些泛白的脸色，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之前就告诉过你了，训练要适度，你怎么还这么拼？”“没事，我心里有数。”孙磊笑道：“快到极限的时候，我会停下的，你最好有数。”林墨没有再劝，御兽师训练宠兽。 撑死了就是精神透支，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损伤，所以努力一点并不是坏事。不过他心里却在考虑要不要给孙雷使用换骨神髓。他从李浩那里弄到的换骨神髓足够三个人使用，但他自己是不需要这东西的，因为对他没用。他的预售天赋是神级，已经到顶了，就算用了换骨神髓，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提升，纯纯就是白受罪而已。所以他的心里其实早就想好了两个使用换骨神髓的人选：林若雨和孙雷。 林若雨是 B 级天赋，孙磊是 D 级。他们两个使用换骨神髓的话，是都有希望能提升的。只是按照李浩的说法，使用换骨神髓不仅成功率极低，而且要承受七天七夜的万蚁食骨之苦。他有些担心孙磊能否承受得住这痛苦。要知道，极度强烈的痛苦是有可能让人精神崩溃的，而精神一旦崩溃，人就会变成傻子。这对孙磊来说，实在是有些太冒险了。莫哥，你在想什么？孙磊看出林墨在走神，没事。 林墨摇了摇头，决定暂时先不告诉孙磊换骨神髓的事。以他对孙磊的了解，如果孙磊知道了，一定会冒险尝试。所以他打算先去查查资料，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减轻一些痛苦，或者能够增加一些成功率。毕竟他现在兑换骨神髓的所有了解都是来自李浩，了解的信息还是太少了。他拿出一个瓷瓶，递给了孙磊：“这个你拿着，去给宠兽用了、啊。”地心灵液。孙磊看到瓷瓶里的东西，顿时满脸震惊。他之前听班里的同学谈论过这东西。 据说市价八百万一滴，而林墨给他的这些差不多有十滴，他连忙盖上瓶盖就要推辞。墨哥，不要跟我客气。林墨打断孙磊：“这东西我多得很，你用完了再找我要。”只给孙磊十滴，不是因为小气，而是担心怀璧其罪。而且孙磊目前只有两只宠兽，十滴足够他用很久了。好吧，那我去训练了。孙磊没再推辞，转身朝着不远处的宠兽走了过去。而就在这时，林墨的神情却是微微一动，名称。 鲲鹏八翼金鹏王，属性风，资质铂金低级，种族等级八阶中级，天赋技能御风高级精通，裂空爪高级完美，锋刃高级完美，风强超级精通，成长等级二阶低级。鲲鹏的裂空爪高级也达到完美级了。值得一提的是，鲲鹏的裂空爪和玄武的裂空斩虽然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技能，裂空爪是撕裂空气，是跟风刃一个性质的伤害技能，而裂空斩是直接割裂空间，两者差距还是很大的。还有就是，裂空爪完美之后，林墨有四只宠兽都有两个完美级技能的目标，就算是彻底实现了。想到这里，他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然后还没等他的笑意落下，他眼神又是猛地一亮。名称：白虎，紫金玄灵虎，属性：水，资质：铂金低级，种族等级： 九阶高级天赋技能隐匿高级完美水刃高级完美水雾高级精通水浪高级熟练水疗术高级熟练成长等级二阶高级服用千年烈阳花二十多天后，小白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升级，从二阶中级提升到了二阶高级，已经和原本等级最高的玄武持平了。升级后变化最大的是体型，现在的小白体长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十五米。 高度也超过了五米，初步有了一点巨兽的既视感。除此之外，技能方面因为前不久才提升过，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两只二阶高级的宠兽，我现在的实力应该已经达到准大师级别了吧？林墨嘴角的笑意越发浓郁了。晋级准大师的三个硬性条件是：一、御兽空间的面积达到觉醒时的四倍；二、至少有一只宠兽的种族等级达到四阶以上；三、御兽师和宠兽的整体战斗力能抵御四阶凶兽。 和以前一样，前两条对于林墨来说形同虚设，真正拦住他晋级的是第三条。这一条考验的是御兽师的硬实力，谁也做不得假。而正常来说，单对单的话，二阶高级的宠兽不可能是四阶凶兽的对手，就算林墨的宠兽有完美级技能也不可能。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第三条说的是御兽师和宠兽的整体战斗力，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以多欺少。小白、玄武、鲲鹏、朱雀。 单打独斗，谁也不是四阶凶兽的对手，但他们联手的话，四阶凶兽绝对不可能挡得住。所以林墨说自己的实力达到了准大师级别，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现在和准大师之间其实就只差一次考核而已。不过林墨并不打算现在就去参加考核，虽然他现在有信心能击败四阶凶兽，但前提是必须全力以赴。也就是说，他的小白、鲲鹏、朱雀、青龙都得出动。而一直以来，他经常曝光在众人面前的宠兽，其实就只有小白和鲲鹏。 如果他现在去参加考核的话，就相当于主动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给别人看。玄武暴露之后，他接下来可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彻底暴露自己，实属不智。念头落下，他刻画法阵，召唤出玄武，让他把三鸾花吃了下去。如果是以前，他可能会把三鸾花给鲲鹏或者朱雀，因为玄武不能暴露。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实力就算提升了，也很难有发挥的余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玄武已经暴露了，那他自然要首选玄武。 因为空间系宠兽的战斗力比其他系的宠兽可要强多了。然后他收起玄武，和孙雷打了声招呼后，便径直来到了学府的图书馆。他先查了一下换骨神髓的资料，但得到的结果和从李浩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一样，成功率极低，过程极为痛苦。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了。看来回头还得再去一趟预售师协会才行。林墨心中自语着，预售师协会的资料库收集的各类信息更为庞杂，也许会有更详细的资料也说不定。然后。 他又开始查精神系宠兽相关的资料。九尾升级速度慢的问题已经困扰他很久了，他早就打定主意，这次回来之后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图书馆里关于精神系宠兽的书籍有数百本，林墨也不知道具体哪本才有他要的资料，只能把所有的书都搬出来快速翻阅。终于，用了足足六个多小时，在翻阅了上百本书籍之后，他找到了他想要的资料。九尾之所以升级速度慢，是因为他的精神力提升的太慢了。精神系宠兽和其他系宠兽不同。 其他系宠兽的升级是身体和能量的提升，而精神系宠兽的升级是身体和精神力的提升。说的更直白一点，其他系宠兽想要升级，需要宠兽的身体成长到一定阶段，同时宠兽的能量达到一定标准；而精神系宠兽想要升级，则是需要宠兽的身体成长到一定阶段，同时精神力达到一定标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能量和精神力都会随着宠兽身体的成长而成长，但精神力的成长速度要比能量慢得多，所以。 九尾的精神力提升的慢，并不是九尾的问题，这是因为精神力和能量本身的不同造成的。而想要提升九尾的升级速度，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加快九尾精神力提升的速度就行。看到这里，林墨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提升宠兽精神力的药草，他的库存中正好有几株，所以接下来他应该可以安心的修炼了。当即，他便回到训练室，召唤出九尾，给其喂了一株药草。但就在他做完这些，盘膝而坐，准备练习虚空跳跃的时候，电话却响了起来。 是母亲曹玲，妈怎么了？林墨立即接通了电话。昨天他和木子元去吃饭之前，把秦佑锦送回了家里，所以不出意外，这个电话很可能和秦佑锦有关。小莫，你快回来！这个秦姑娘刚刚用我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就一直哭，我怎么劝都劝不住。曹玲焦急的声音传了过来，一直哭。林墨微微一怔，随即连忙说道：“知道了，我这就回来。”挂了电话，林墨不敢耽搁，立即就动身了。他是上午来的学府，去了一趟李贤办公室。 之后又查了几个小时资料，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夕阳的光芒洒落，让整个学府都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轻柔的微风摇动树叶，发出哗啦的声响，给人一种格外宁静温馨的感觉。但是很快，林木的这种感觉就被人打破了，因为他发现他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在对他指指点点，而且那些人看着他的目光格外复杂，有震惊，有羡慕，有嫉妒，有不可思议，还有难以置信。他发誓，他从来没同时见到过这么多不同的眼神。 难道我有空间系宠兽的事已经传到学府了？不应该啊！就算秦家对外公布了这件事，消息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从安南传到清源来。林墨心中念头转动着，但此时却也顾不上多想，而是加快脚步朝着家中走了过去。半个小时后，他回到了家中，然后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正以泪洗面的秦幼锦，还有坐在一旁正满脸焦急却不知如何安慰的母亲曹林。小莫，你快来劝劝！曹林看到林墨，连忙说道：“他身子本来就虚，再这么哭下去……” 眼睛都要哭坏了，林墨点了点头，缓缓走到秦佑景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然后还没等他开口，满脸泪水的秦佑景就无助的看向了他，抽泣着说道：“林墨，他们说我妈妈死了。”什么？林墨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满脸的难以置信。叶婉宁是秦家的儿媳，就算他犯了天大的错误，秦木仓为了秦家的声誉，也只会惩罚而绝不可能杀他。再加上他给了他一枚夺命丹，他怎么也应该能保住命才对啊？难道我们逃走之后？ 又发生了别的变故，林墨思绪转动着，然后缓缓坐下，轻声说道：“幼锦，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但你必须振作起来。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几分钟后，在秦幼锦抽泣的声音中，林墨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不久之前，秦幼锦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然后立即借曹林的手机给叶婉宁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但接电话的并不是叶婉宁，而是秦慕海。可能是因为伤心过度的关系，两人通话的具体内容，秦幼锦说得很混乱。 不过林墨还是大概听明白了。电话里，秦牧海先是痛骂了秦佑锦一顿，称他枉为秦家人。秦佑锦早就决定离开秦家，对这种骂声自然是毫不在乎。他打这个电话只是想确认叶婉宁是否安全而已。但当他问到叶婉宁的时候，秦牧海却是直接告诉他已经死了。秦佑锦对此自然是不信的，在这一点上，他和林墨想法一致，觉得秦牧苍为了秦家声誉，绝不可能真的杀死叶婉宁。可没想到，秦牧海听到他的质问之后，却是瞬间暴怒。 开始破口大骂，说她是不孝女，还说她帮助外人杀害家主、杀害自己的母亲，秦家绝不会放过她。骂完之后，秦穆海就挂了电话，然后紧跟着，秦佑锦这边就收到了一张叶婉宁躺在棺材里的照片。至此，饶是秦佑锦再不愿意，也不得不承认，他母亲是真的死了。林墨听到这里，连忙要来母亲曹林的手机，打开了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叶婉宁面色苍白，没有一丝生气，尤其是脖子上那一道狰狞的伤口，看上去触目惊心，这让林墨的眼角。 微微抽搐了一下。如果是在地球，他可能还会怀疑叶婉宁脖子上的伤口是特效妆，照片也是秦家造假弄出的来的。但在蓝星，根本没那样的技术，所以叶婉宁是真的死了。沉吟了片刻，他把照片转发给自己，删掉母亲手机上的照片，这才把手机还了回去。然后他看着秦佑锦，郑重说道：“佑锦，我需要你确认一遍，秦慕海骂你的时候，真的说过你帮助外人杀害家主、杀害自己的母亲这样的话吗？”秦佑锦听到这话之后，微微一怔，随即也意识到了什么。 强行打起精神，开始回忆了起来。大概半分钟后，他脸色有些难看，点了点头，确实说过。林墨的眼角又是微微一跳。好、哦，我知道了。秦家是想把我妈妈的死栽赃到你头上，对吗？秦幼锦此时也明白了过来，神情有些焦急。不只是你妈妈，还有秦木仓。林墨神情有些凝重。通过秦幼锦提供的这些信息，他现在可以确定两点：一，秦木仓也死了；二，秦家打算把这两人的死都扣在他的头上。 他不知道秦牧苍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叶婉宁是怎么死的，但那些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秦牧苍是秦家家主，叶婉宁是秦家儿媳，这两个人都死了，而且恰好是在他去安南期间死的。如果秦家铁了心要把这个罪名扣在他头上，那他恐怕是百口莫辩了。一方面，安南是秦家的主场，秦家如果要栽赃他，一定会准备好各种铁证。要知道，蓝星可没有地球那么发达的刑侦技术，被栽赃后想要自证清白可不容易。另一方面， 他拿不出任何为自己辩驳的证据，人证，当时在场的都是秦家人，他身边就只有一个秦佑锦，可因为他们是朋友关系，秦佑锦根本无法替他作证。物证，事发地在安南，他现在就算想去找证据都不可能，所以他现在的处境非常被动。现在怎么办？秦佑锦有些急了。如果秦家真的去安全署告你，那事情就麻烦了。不知道，我还没想好。林墨摇了摇头，他一直以为最先找上门的麻烦会是玄武暴露带来的。 可没想到，秦家竟然来了这么一手，这真的是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我去自首吧。秦右锦神情一动，当时我和你在一起，说人是我杀的，秦家就拿你没办法了。秦右锦，林墨一声冷喝：“你立即把这种想法给我从你的脑子里扔出去。”秦右锦去自首确实能解决他的危机，而且从目前来看，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可是那样的话，秦右锦就会背上一个弑母弑亲的罪名，在蓝星华夏，这是必死的罪行。 他不可能为了保全自己，让秦佑锦去做这种事。最重要的是，这事本来就不是他做的，他凭什么要让人去顶罪？可是不这么做，你还有别的办法吗？秦佑锦焦急说道：“秦家现在随时可能会去告你，难道我们就这么等着安全署的人找上门来？”林墨闻言，眉头也是皱了起来。一旦安全署的人上门，他可能会直接被当成嫌疑人控制起来。到时候，就算他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恐怕也来不及实施了。所以，他必须得在安全署上门之前。 尽量做些什么才行，可问题是现在这种情况，他好像什么都做不了。去安南找证据，那无异于自投罗网。可是不找证据的话，他就只能坐以待毙，进退两难。不过他还是看着秦幼锦，异常严肃地说道：“办法我会去想，但不管怎么样，你想的这个都绝对不行，记住了吗？”秦幼锦见林墨如此坚决，轻轻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是在林墨看不到的角度，他的眼中却是缓缓浮现了一抹坚决。 叮嘱完秦幼锦之后，示意母亲照顾好他，林墨便转身离开了家。不过他并没有走远，而是来到小区门口的小公园，在长椅上坐了下来。沉吟片刻之后，他拨通了李贤的电话。有事？李贤几乎是秒接。还是安南的事？秦家可能会污蔑我杀人。林墨快速把他掌握的情况说了一遍。我想问问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对于华夏的法律以及刑侦水准，他有所了解，但并不全面。这种情况下，他就算想到办法，也未必有效。 所以他想先听听李贤的建议。李贤听完，沉吟了片刻，说道：“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第一个，人是你杀的吗？不是。第二个，如果秦家栽赃你，你能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反驳吗？没有。”林墨苦笑了一声：“如果有强有力的证据，那他就不用这么头疼了。那事情确实会有些麻烦。”李贤的声音透着一丝凝重：“秦家是百年家族，事发地又是安南，再加上那几天你确实闯了秦家，这种情况下……” 他们想栽赃你，根本没有任何难度。所以李贤微微停顿了一下，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去告秦家。告秦家？林墨有些疑惑。没错，告秦家。李贤说道。按照你的说法，人不是你杀的，那不管人是怎么死的，都一定和秦家脱不了干系。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样做至少能让你占据一些主动，而不是只能坐以待毙。听到这话，林墨的眼睛微微一亮，不由感慨：姜还是老的辣。他之前一门心思只想着。 如果秦家告他，他如何应对？完全没想到他还能反告秦家，化被动为主动。那之后呢？他问道。之后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李贤说道，得根据秦家的反应来应对。明白了，那我这就去办。林墨说着就要挂电话。秦家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告他，甚至有可能现在都已经告了，他必须也得抓紧才行。等一下，李贤拦住了他，知道要去哪告吗？林墨微微一愣，随即说道：“这种事情应该是去安全署吧。” 确实是安全署，但记住，不是七云市的安全署，而是清原省的安全署。只有省一级的安全署才有跨省办案的权利。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带上那位秦姑娘，死的是她母亲，她去告的话会更有说服力。李贤提醒道。知道了，谢谢校长。林墨挂了电话，快速回到了家。怎么样，想到办法了吗？秦右锦仍旧沉浸在悲伤之中，但看到林墨之后，还是连忙迎了上来。有个办法，但需要你帮忙。林墨道。 帮什么？你直接说。秦幼锦没有丝毫犹豫。我想，林墨犹豫着，但还是说了出来，让你跟我一起去告秦家。秦幼锦刚刚承受了丧母之痛，这个时候让他用这件事去告秦家，无疑是在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可是眼下这种情况，他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好，秦幼锦依旧没有任何犹豫。半个小时后，两人一起到了清远省安全署。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这里依旧是灯火通明。两位有什么事吗？ 大门口负责站岗的守卫看到两人，主动问道：“林墨，看了眼秦又景，然后说道：‘我们来报案。’好的，请跟我来。”守卫点了点头，带着两人进入大门，朝着办公楼的方向走了过去。刚刚走进办公楼的大门，林墨，你怎么到这来了？随着声音，一个约莫五十左右、国字脸、看上去很有威严的中年人快步走到了林墨面前。“丁处长好，我是来报案的。”林墨也认出了中年人，清原省安全署副署长丁海成。 当初他去领清源省十大优秀青年奖励的时候，被秦宁设计陷害，那件事就是丁海城处理的。当时他也是有口难辩，是丁海城给了他一个自己查清真相的机会，他最终才洗脱了嫌疑。报案？什么案子？丁海城说话的同时，对着带路的那个守卫摆了摆手，人交给我，你去吧。是，署长。守卫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开。命案<安>。林墨指了指秦又景，我朋友的母亲被人杀害了。丁海城的神情瞬间一凝。 因为预售体系的存在，死人在蓝星是家常便饭的事。再加上野外的厮杀和战斗并不受法律束缚，所以在华夏称得上命案的就只有一种情况：有人在市区里杀了人，在华夏法律之中绝对是极为严重的罪行。最重要的是，城市之中严禁杀人，这几乎是所有预售师都知道的铁律。而这条铁律也可以说是华夏法律的底线。如今有人突破了这条底线，这性质已经不仅仅是犯罪那么简单了。你们跟我来。 丁海成立即带着林墨两人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然后又叫来了一个叫葛文记的探员。双方相对坐之后，丁海成这才说道：“我们有纪律，这种重大案件至少要有两个探员在场才能登记，请理解。”“明白。”林墨点了点头。现在可以说说你们的案子了。丁海成说话的同时，示意旁边的葛文记打开了录像机。秦幼锦看了眼林墨，然后缓缓说道：“我要告的是安南秦家，他们杀死了我的母亲叶婉宁。”听到这话。 丁海成和葛文季两人的脸色齐齐一变。安南或许有很多个姓秦的人家，但能在秦家前面带上“安南”两个字的，就只有一个百年家族秦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案子可不是一般的棘手啊！办公室里沉默了片刻，丁海成看着秦右景缓缓开口：“这位女士，出于严谨，我必须跟你确认一下，你要告的是百年家族秦家吗？”“是。”秦右景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丁海成眼角跳了跳，不由深深的看了林墨一眼。 虽然现在是秦幼景在提告，但他知道这件事一定跟林墨脱不了关系。他看向秦幼景，先说说你的情况吧。你是什么人？你母亲是什么人？秦家为什么要杀他？我叫秦幼景，秦家家主秦木仓是我爷爷，我母亲叶婉宁是秦家儿媳。秦幼景说道。听到这话，丁海成和葛文姬的脸色又是一变。按照秦幼景的说法，秦家这是杀了自家的儿媳，这已经不仅仅是杀人那么简单了，这还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如果这一切属实，一旦消息传开，那秦家的声望怕是会一落千丈，甚至从此一蹶不振都有可能。换句话说，这个案子的调查结果很可能直接关系到秦家的兴衰。这让两人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个案子的棘手。你还没说，秦家为什么要杀你母亲？回过神来，丁海成再次问道：“秦家要逼我嫁给一个傻子，我不愿意，家族便把我囚禁了起来。我母亲和林墨把我救了出来，但我们逃跑的时候遭到了家族护卫的围捕，最终林墨带着我逃了出来。” 但我母亲秦幼锦说到这里，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丁海成听到这话，不由再次看了林墨一眼。敢闯到秦家去救人，这家伙的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他看着林墨，按照这个说法，你是闯到秦家去救人呢？是。林墨点了点头。虽然秦家逼这位女士嫁人的行为有所不妥，但那毕竟是家事。而你闯入别人的庄园，这可是犯法的。丁海成说道。我明白，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林墨坦然说道。 在来这里的路上，他和秦佑景商量过报案的细节。为了让他们的提告更有说服力，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必须保证说的都是真话。所以这种情况是避免不了的。丁海成点了点头，转向秦佑景。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已经记录了下来。现在我必须跟你确认一下，你能保证你说的这些都是真话吗？你要知道，诬告他人也是犯法的，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保证，我说的全部都是真话。”秦佑景看着录像机的镜头，声音铿锵：“好，那你们先回去吧。” 丁海成道：“你说的话，我们需要核实，案件的调查也需要时间。等有进展，我们会联系你们的。”谢谢丁署长。林墨话落，带着秦佑景一起离开了。丁海成一直把两人送到了办公楼的大门口，看着两人走远之后，他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无奈：“林墨呀，林墨，你可是给我找了一个大麻烦啊！”署长，那这件事我们查吗？”旁边的葛文记小声问道。丁海成沉默了片刻，眼中猛地浮现了一抹坚决：“查。” 必须查，而且得尽快查。葛文记微微一怔，迟疑了一下：“署长，我能问问为什么要查吗？”安南秦家放眼整个华夏也是庞然大物般的存在。这是最后查明了是秦家干的，那就算能将罪犯绳之以法，他们也得罪了秦家；如果查明不是秦家干的，他们更是得罪了秦家。说白了就是出力不讨好，甚至一个不慎，他和丁海成两个人身上的制服怕是都保不住。所以他确实有些想不通，丁海成为什么要查文记。 丁海成淡淡看了葛文纪一眼：“你调到我手下多久了？”“署长，六年了。”葛文纪说道：“这六年里，正是因为您的栽培，我才能从一个小探员变成现如今的大队长。您的恩情，我从不敢忘。”这也是他敢问刚刚那个问题的原因。他是丁海成一手培养的心腹，换成其他人敢问那个问题，怕是早就被丁海成一巴掌扇飞了。你不用紧张，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丁海成摇了摇头：“我只是想告诉你，到了你我这个层次，再想往上走。” 靠，已经不是办案能力了，而是眼光和格局。葛文纪面露疑惑：“署长，我不明白，有些事不能只看表面和眼前。”丁海成说道：“你得往深了想，往远了看才行。”葛文纪沉思了片刻，苦笑道：“署长，我还是不明白。”丁海成淡淡道：“你之所以觉得不该查，是因为秦家势大，对吗？”葛文纪点了点头。“那你对林墨了解多少？”丁海成问道。“全国冠军，最年轻的清源名人堂成员。” 清源十大优秀青年，身为清源本地人，葛文记对林墨的这些名号自然是如数家珍。可就算如此，也不值得为了他得罪秦家吧？这就是我说的眼光和格局。丁海成淡淡道：“你只看到了现在，却没看到未来。”葛文记微微一怔，随即眼中浮现一抹震惊：“您的意思是，林墨以后的能量会比秦家更大？可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丁海成反问。这，葛文记说道：“林墨再强，也只是一个人而已。” 怎么可能对抗得了一个家族，而且还是百年家族？这在他看来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呵,呵，丁海成笑了一下，却没再多说。你现在这么想也是正常的。按照我说的，尽快去查吧。等这件事查清楚了，你也许就会相信了。是，那我明天就带人去安南。葛文记问道：“别明天了，现在就出发。以安全署的名义给运输站发函，让他们连夜准备清明贺。丁海成道。葛文记闻言，眼中再次浮现了一抹震惊之色。 发函调用清明鹤这种手段，以往只有一些紧急重大案件才会使用，可丁海城却为了林墨动用了，足见丁海城对林墨的重视程度。是我这就去。葛文记转身离开，丁海城看着葛文记远去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眼光还是不够啊，只看到了林墨本身，却没看到林墨的背后还有一个林家。离开安全署，把秦佑锦送回家之后，林墨便独自一人回到了清源学府的专属训练室。告了秦家之后，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待。 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修炼，当即他便盘膝而坐，开始练起了虚空跳跃。这几天一直疲于奔命，他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仍旧停留在百分之九，这个进度和他原本的计划相比，已经微微有些滞后了。所以他必须趁着现在时间充裕，把这个进度补回来。两天之后，林墨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提升到了百分之十。同一天，在药草的帮助下，九尾也终于升级了，名称幻灵兽九尾，属性精神，资质。 王者高级，种族等级君王级，天赋技能附身超级入门，幻象超级入门，精神控制超级熟练，精神鞭笞高级入门，成长等级幼升六段。达到幼升六段后，九尾的体型在化形果的作用下，直接提升到了四米五，高度也达到了一米五左右。纯白色的毛发，淡紫色的眼眸，加上九条分散着竖起来的毛茸茸的尾巴，让它看上去格外的漂亮。技能方面。 精神控制超级达到了熟练级别。另外值得一提的，九尾从幼生五段到幼生六段只用了三十天的时间，相比幼生三段到幼生四段的三十五天，幼生四段到幼生五段的三十四天，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也侧面证明了他之前查到的资料是正确的。九尾升级速度慢，确实是因为精神力。接下来他只要能保证药草的供给，那么九尾的升级速度应该还能更快一些。念头落下，林墨盘膝而坐，准备继续修炼。 但就在这时，孙磊却是急匆匆地冲了进来。莫哥，不好了，你可能会有大麻烦了。怎么了？林墨看向孙磊，心中猜测着是秦家告他杀人了，还是他有空间系宠兽的消息传开了。现在整个学府都在传，你有一只时间系的宠兽。孙磊说道。什么？林墨愣了一下，你再说一遍。现在整个学府到处都在传，你有一只时间系的宠兽。孙磊重复道。你确定他们传的是时间系？林墨再次问道。 绝对没错，孙磊信誓旦旦。林墨有些懵了，他有的明明是空间系宠兽，怎么会传承了时间系？就算消息是从安南传过的，也不至于把空间系传成时间系吧？这也太离谱了！但就在这时，他突然神情一动，似乎想起了什么，然后脸上露出了一丝恍然之色。莫哥，怎么办？这个消息要是传开了，你会有大麻烦的。孙磊满脸焦急的问道。林墨看他如此，心中不由有些感动。其他人知道他有时间系的宠兽。 第一反应可能是羡慕、嫉妒，甚至可能想要杀了他。但孙磊的第一反应却是为他担心。没事，不用担心，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安心修炼吧。林墨拍了拍孙磊的肩膀。真的？孙磊还是有些不放心。放心吧，真没事。林墨笑道。孙磊这才点了点头，将信将疑的修炼去了。林墨则是走到一旁，拿出手机拨通了李贤的电话。这个时候打电话，看来你是听到消息了。李贤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 果然是您，林墨彻底确认了心中的猜测。他有时间系宠兽的消息是李贤放出去的，而这应该就是李贤之前说的补救了。看来你已经明白我的用意了，李贤说道。明白了，谢谢校长。林墨诚心道谢。先大肆传播他有时间系宠兽的假消息，等消息传开后，再由李贤或者清源学府为他澄清。这样一来，他有空间系宠兽的消息传过来之后，应该就没几个人会相信了。明白就好，记住最近不要乱跑，免得遇到危险。李贤又叮嘱了一句。 挂了电话，林墨彻底安心，然后继续盘膝而坐，开始修炼。转眼又是三天，林墨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提升到了百分之十一。与此同时，他有时间系宠兽的消息已经传得甚嚣尘上，整个七云市几乎已经无人不知了。毕竟时间系宠兽。也就在这一天，清源学府召开了一个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校长李贤严厉驳斥了学府里乱传谣言的现象，同时以自己校长的身份和清源学府的名誉保证，林墨绝对没有时间系宠兽。 要求所有师生不信谣、不传谣。会议结束后，学生们对此事议论纷纷。毕竟由校长亲自为一个学生辟谣，这种事在清源学府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师生们议论后，也渐渐相信了林墨确实没有时间系宠兽。毕竟李贤再怎么爱护林墨，也不可能拿清源学府的名誉开玩笑。于是又过了六天之后，当林墨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提升到百分之十三的时候，整个七云市都知道了林墨有时间系宠兽的消息，完全就是谣言。 林墨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倍感轻松。虽然他早就知道会有澄清的这一天，但这段时间在学府里，他走到哪都会被人指指点点，那种被人当珍稀动物的感觉可不好。不过轻松的同时，他也有些疑惑，因为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听到他有空间系宠兽的谣言。是因为他告了秦家，让秦家暂时没空散播这个消息，还是秦家压根就没打算散播这个消息？他一时间有些想不通。不过他也懒得去深究了，因为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难得的。 可以安心修炼的好日子，转眼又是三天。他借用虚空跳跃的进度提升到了百分之十四。也是这一天，梦魇兽升级了，名称梦魇兽，属性死灵，资质黄金低级，种族等级四阶低级，天赋技能死亡领域高级入门，契约死灵高级入门，驾驭死灵高级未入门，死灵感应中级未入门，成长等级又升五段。 达到幼生五段，梦魇兽的体长达到了一米五，高度有七八十公分，比之前又大了一号。而随着体型的变化，其眼中四蹄和尾巴上的火焰也越发的炽烈了，看上去仿佛一匹烈火战马，神俊非凡。另外，技能方面，契约死灵高级，从之前的未入门提升到了入门级别。其他的，因为梦魇兽升级速度较快，倒是没什么变化。不过，林墨在看到这个数据之后，第一反应是梦魇兽的种族等级太低了。他现在有七只宠兽。 小白的种族等级是九阶高级，鲲鹏是八阶中级，朱雀是八阶中级，青龙是君王级，九尾是君王级。只有玄武和梦魇兽，一个是六阶高级，一个是四阶低级。其实严格来说，这个等级对大多数御兽师来说都不算低。但凡事就怕对比，和林墨其他宠兽相比的话，他们的种族等级确实是有些不够看。所以接下来除了修炼之外，还得想办法提升他们的种族等级。林墨念头转动着。 但就在这时，清脆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看到来电显示之后，他的神情不由微微一凝。来电人丁海成，看到丁海成的名字，林墨就知道他能安心修炼的日子恐怕要结束了。不过他还是快速接通了电话：“丁署长，你好，林墨，请你现在带上秦又景小姐，立即到我们安全署来一趟，案件的调查需要你们配合。”丁海成用很官方的语气说道。林墨猜测丁海成的身边应该是有其他人，于是也很官方的说道。 好的，丁署长，我现在立即动身。挂了电话，林墨却没有急着动身，而是先给李贤打了个电话。他不知道丁海城找他做什么，但从其很官方的语气来看，事情很可能会对他们不利，所以他必须得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万一他这次去了就回不来了，那至少外面还有李贤能帮他斡旋。一个小时后，他带着秦佑景来到了安全署，然后在上次报案的那间办公室里，他见到了丁海城、葛文记以及另外两个穿着制服的探员。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来自安南省安全署的人，这位是姚志豪副署长，这位是于洪大队长。丁海成指着两人做了介绍。姚志豪是个四十七八岁的中年人，身材精瘦，留着利落的寸头，看上去冷峻精干。于洪大概三十五六，身高接近一米九，身材健硕，即使隔着制服也能看到浑身腱子肉的轮廓，给人的压迫感十足。两位好，林墨礼貌的点了点头，但心中却隐隐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安南安全署的人跑到了清源来办案，说明秦家也告了他们。 你们好，姚志豪看着两人，案情要紧，我就不多寒暄了，直入主题。我们从丁署长这里了解到，你们两个在十四天前的晚上来这里报了案，报案理由是秦家有人杀害了叶婉宁女士，对吗？林墨和秦佑锦对视一眼，齐齐点了点头。可就在你们报案前大概两个小时，我们安南省安全署也接到了秦家的报案，报案理由是林墨先生杀死了叶婉宁女士以及秦家家主秦木仓。姚志豪说道。林墨眉梢一挑，没想到。 他们和秦家的报案时间就差了两个小时，但这却让他心中那种不好的预感越发的强烈了。叶婉宁是前一天上午死的，他和秦佑景是在第二天晚上报的案，这中间间隔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他们之所以间隔这么久，是因为秦佑景一直昏迷，他醒来之后才知道了叶婉宁的死讯。可秦家为什么也间隔这么久？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答案：秦家在准备证据。秦家一定是准备好了证据，然后才去报案的。所以不出意外的话，眼前这两人应该是带着证据来的。 只是不知道秦家准备了什么证据。林墨念头转动着，目光看向姚志豪。秦家这是倒打一耙，是诬告。姚志豪看了丁海成一眼，然后继续说道：“接到你们的报案之后，丁署长这边连夜就派人去了安南。我们双方的人碰头之后才知道，你们和秦家竟然互相告了对方。老实说，我这大半辈子都是在安全署度过的，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丁海成也附和了一句。姚志豪看着林墨，双方互告。 再加上你们的身份都比较敏感，这个案子的棘手程度对我们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我和丁署长商量之后，决定由我们双方联合办理这个案子。而经过近半个月的调查之后，我们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只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求证。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问你们一些问题，希望你们能如实回答。好，林墨和秦佑景齐齐点了点头。那么现在，麻烦林墨先生，你先回避一下吧。姚志豪面带微笑的看着林墨，为了保证回答的真实性。 我们需要对你们两个进行分开问询。好，林墨对着秦佑景笑了一下，示意他安心，然后便在葛文纪和于红两人的带领下来到了另外一间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坐了大概一刻钟之后，有人推门告知秦佑景的问询结束了，然后林墨便又被带回到了之前的那间办公室，而秦佑景则是在葛文纪和于红的带领下起身离开了。等到办公室的门关上之后，姚志豪这才缓缓开口：“你们报案说秦家杀了叶婉宁，有什么证据吗？”果然是从证据入手。 林墨心中微微一沉，面上不动声色地说道：“没有。”姚志豪目光直直地看着林墨，可秦家报案的时候却拿出了充分的证据。林墨的心又是微微一沉，秦家果然是如他所料的那样，准备好了证据才去报案的。这下他恐怕真的要有大麻烦了。林墨面上保持着平静：“我能问一下，秦家拿出来的证据是什么吗？”姚志豪和丁海成对视了一眼，然后说道：“出于公平，也本着为你们双方负责的态度，证据是什么，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林墨眉头一皱，那如果秦家拿出来的是假证据呢？证据的真假，我们自然会去查证，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丁海成接口说了一句。林墨看了丁海成一眼，没再说什么。丁海成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清远省安全署会尽量保证这个过程的公平性。现在的问题在于，姚志豪接着说道：“秦家提供了证据，而你们没有证据，所以在我们看来，秦家的提高更具说服力。这一点你应该能理解吧？”林墨点了点头。基于以上说的这些。 我们会暂时将你列为本案的被告，所以接下来你将以被告人的身份接受询问。我说的够明清楚吗？姚志豪问道。清楚。林墨再次点头。那么现在问询正式开始。姚志豪亲自打开了询问登记簿。第一个问题：姓名。林墨。年龄。十九。预售等级。高级预售师。一系列基础信息询问完毕之后，姚志豪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看着林墨：“十五天前的上午，你在哪里？”在安南秦家。 去做什么？救人。救人的过程中，你是否和秦家护卫发生过争斗？没有。林墨摇头。姚志豪看向林墨：“我提醒你，你现在是被告，如果说谎话，相当于负隅顽抗，是没办法争取宽大处理的。”确实没有。林墨说道：“因为我刚刚找到秦佑景就被发现了，然后秦牧仓就对我发动了攻击，在之后我就一直在逃跑。你的意思是，是秦牧仓先对你动的手？”丁海成接口问道。“是。”林墨点了点头。 秦牧仓是传说级御兽师，他的攻击你竟然躲开？姚志豪对此明显有些怀疑，他应该是为了减少对秦家庄园的破坏，控制了技能威力。林墨说道：“这是实话。当时飞天魔狼的那个雷电光球，只波及了方圆五十米的范围。以九阶宠兽的实力，如果全力出手的话，怕是方圆两百米范围内都能寸草不生。”之后呢？姚志豪继续问道：“你逃跑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很快就被秦家追上了，但在秦牧仓准备杀我的时候。” 叶阿姨阻止了他，最终也是叶阿姨用换命花威胁秦木仓，我们才逃出来的。林墨说道。换命花？姚志豪不由看了丁海成一眼，两人脸上齐齐露出了震惊之色。如果是换命花的话，那他们能逃出来，倒也说得过去。丁海成说道。姚志豪对此不置可否，继续问道：按照你的说法，你们逃走的时候，叶婉宁和秦木仓都还活着，对吗？没错。林墨道。姚志豪淡淡看着林墨，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和秦佑景都没有亲眼看到是秦家人杀了叶婉宁，林墨眼神微微一凝，知道这个回答至关重要，但他还是实话实说，确实没看到。那你和秦佑景为什么说是秦家杀了叶婉宁，还以此为由报了案？你知不知道诬告也是犯法的？说到最后，姚志豪的声音突然变得极为严厉。林墨却并不在意他的态度，平静说道：“我们确实没看到，但我们逃走的时候人活着，我们逃走之后人死在了秦家，我们怀疑秦家有错吗？怀疑当然没错。” 但怀疑可不能成为证据。”姚志豪道。林墨直视着姚志豪：“夜晚，您死了吗？”姚志豪神情微微一滞，没有说话。林墨接着说道：“既然我们报了案，而且人确实死了，那找证据应该是你们安全署的事吧？证据我们当然会找。”姚志豪道：“可你没证据，直接提告，这就是诬。”姚处长。林墨直接打断了姚志豪：“或许我们在没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告秦家有些不妥，但你现在说诬告，是不是也太早了点？万一最后你们查清楚……” 凶手就是秦家人呢、啊。经过这一番问询，他已经完全看明白了。虽然名义上这次是安南和清源两省的安全署是联合办案，但实际上清源安全署是向着他的，安南安全署是向着秦家的。两大安全署只是为维持着表面的友好而已，实际上各怀心思。所以他对姚志豪也就没必要那么客气了。姚志豪眼中浮现了一抹冷意。如果最后查明凶手是你呢？那就林墨、丁海成连忙打断，慎言。 林墨笑了一下，丁署长放心，我可不会那么容易被姚署长激将。姚志豪故意问这个问题，无非是想让他说一句“那我就承认自己是诬告”。可是姚志豪小瞧他了。如果他是一个愣头青，话赶话的情况下，确实有可能那么说。可他不仅不是愣头青，而且因为两世为人的缘故，他还比一般的年轻人更加成熟和老练。他目光转向姚志豪：“如果最后查明凶手是我，那就说明你们安全署的查案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句话看上去有些狂妄。 但这却透露出了林墨绝对的自信，因为叶婉宁确实不是他杀的。姚志豪冷笑了一声：“按照你的说法，这个案子的凶手只能是秦家，当然，因为凶手就是秦家。”林墨毫不犹豫。姚志豪转向了丁海城、丁鼠长：“原本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是想给这小子一个主动交代的机会，但是你也看到了，这小子不仅冥顽不灵，而且牙尖嘴利。现在我必须按照流程办事了。”丁海城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姚志豪当即转向林墨。 因为秦家对你的提告证据充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拘留了。从此刻起，到案件彻底查清楚之前，你必须留在安全署，随时等待询问。林墨猛地站了起来，眼中战意涌动。姚志豪这是要把他关起来，被关起来他倒是不怕，他担心的是自己被关了之后，蓝星华夏的刑侦手段无法识破秦家的栽赃，那他可就要活活被冤死了。所以他此时在考虑要不要直接逃走。他有玄武，有虚空跳跃，出其不意之下逃出去应该不难。 就在林墨念头转动的时候，林墨，丁海成的声音响起。按照正规流程，姚处长现在要拘留你，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你放心，有清源安全署在，我们绝不会让你被冤枉。林墨瞬间明白了丁海成的意思。丁海成的前半句话是在暗示他，如果此时反抗，那是拒捕，也是犯法的。后半句则是告诉他，有清源安全署在，不会任由姚志豪胡作非为。但他眼中的战意却没有丝毫收敛。虽然丁海成之前一直向着他说话，但现在这种情况。 他并不敢彻底相信他，毕竟这很可能是关他的生死。丁海成见此，又转向了姚志豪：“姚署长，林墨是你的被告，却是我的原告。你按照程序拘留他，我没权利阻拦。但同样的，我也有义务要保护我的原告，所以人可以拘，但必须留在青云安全署，这没问题吧？”“没问题。”姚志豪点了点头。如果可以，他当然想把林墨带回安南，毕竟那里是他的地盘，想做什么都更方便。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明显不可能。一来， 丁海成说的是事实，清源安全署确实有保护原告的职责。二来，这里是清源，如果丁海成不放人，他不可能带得走林墨。丁海成再次转向了林墨，相信我，相信清源省官方，你可是清源省的十大优秀青年，还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候选人，就冲这两个身份，也绝对没人敢冤枉你。这句话是说给林墨听的，也是说给姚志豪听的。有这两个身份在，无论谁冤枉了林墨，那后果都不是一般的严重。而姚志豪听到这句话之后。 眼神不由微微一凝，他来之前确实不知道林墨的这两个身份，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此时已经骑虎难下，没法收手了。被拘留后，我还能和外界联络吗？林墨问道。可以，不仅可以联络，还可以让人探视。丁海成说道。林墨闻言，这才缓缓收起了战意。只要能让他联系到外界，那一切就还有斡旋的余地。丁海成见此，这才从后腰上摸出一副禁制手铐，上前铐在了林墨的手上，然后他叫来了葛文纪和于红。 示意两人一起把林墨送到拘留室。临出门的时候，林墨脚步一顿，转身看着丁海城、秦幼锦：“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被拘留倒没什么，对他来说只是换个地方修炼而已。但秦幼锦的身体还很虚弱，很可能会扛不住拘留室的环境而再次病倒。放心吧，因为秦家只告了你，所以他没事。一会我会派人把他送回去。”丁海城说道。谢谢。林墨点了点头，随后跟着葛文纪和于红一路来到了拘留室，和前世地球的拘留室差不多。 这里的面积只有二十个平米左右，三面都是墙，只有一面是栅栏。不过这里的栅栏足有成人胳膊粗，横竖交织成网格状，而且每一个网格的网眼都只有拳头大小。显然这是特意针对御兽师设计的，粗重的钢筋再加上细小的网眼，就算御兽师力量再强也没处下手。另外，应该是丁海城特意交代过的缘故，这间拘留室明显提前打扫过，里面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而且只关了林墨一个人，安心待着，会有人定时送食物和水过来。 有什么要求，可以和送饭的人提。葛文记说完，解开了林墨手上的禁制手铐，然后锁上门离开了。解开禁制手铐，这个并不是特殊待遇，所有被拘留的御兽师在关进拘留室后，手铐都会解开。林墨看着葛文记和于红走远之后，快速走到角落，背对着栅栏，然后意念一动，拿出手机，以最快速度给李贤发了一条消息。之所以背对栅栏，是因为他这间拘留室虽然没人，但他这间拘留室对面的拘留室里关着两个人。发完消息，他这才收起手机。 然后陷入了沉思。按照姚志豪的说法，秦家告他时拿出了充足的证据，可这个证据会是什么呢？今天接受问询的时候，他并没有撒谎。在秦家，他被秦木仓发现之后就一直在逃跑，直到玄武精疲力尽才停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始至终都没出过手。这种情况下会留下什么证据呢？然后突然，林墨神情一动，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他想到秦家拿出的证据是什么了。他被秦木仓追赶的时候确实没出过手。 但后来，秦木苍让他在娶秦幼锦和死之间二选一的时候，他出手反击了。当时他的五大宠兽齐齐发动了攻击，而且玄武的裂空斩还在秦木苍的身上留下了一道很长的伤口。如果秦家把这个伤口当作他杀人的证据，那他可真就说不清楚了。毕竟那道伤口一直从下巴蔓延到了小腹，这样的伤口足以证明他当时确实是有杀人想法的。而事实上，他当时也确实是想杀了秦木苍的，只是没成功而已。想到这里，林墨的神情不由有,有些凝重。 按照华夏的法律，在城市里杀人是死罪。如果他真的背上了杀人的罪名，那绝对必死无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尽量平静了下来。林墨继续开始深入的思考。虽然我的那道攻击打伤了秦木仓，但那道伤口绝对不可能是致命伤。所以现在的关键是得知道秦木仓到底是怎么死的。只有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可当时的情况，就只有秦家人才知道。想到这里，林墨的眉头皱了起来。从目前的分析来看。 他想查清真相，就得去安南，可他现在连拘留室都出不去。这种情况下，他想查清真相，真的是难如登天。